事情是这样的，王莲就像给我发了他以前的照片，有点一言难尽。不过这个夫妻倒是还不错。然后他约我今天见面，于是我提前躲在见面地点，暗中观察。鼠条在哪儿？难道是他吗？黑色来的，应该就是他了。嘿，薯条，是你吗？啊，你谁呀？吓死人家了！啊，对对对，对不起，我认错人了，好尴尬呀！薯条在哪呢？白总监，等等，我竟然在这里碰上冰山脸白总监！一天前，啦啦啦啦啦，白总监，我给你擦一下，别碰我！这下我死定了！一击碰上总监，我也太难了吧！的小野马和大一次的玫瑰，我说不开心也拍手拍走伤痕累累，用干涩的眼泪酿出香醇肥美，刺鼻毛盘盆辣却很温柔的。你们总监是猪吧？他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。你们总监是猪吧？有个女仔令我思想变得大个。昨天和网恋对象奔现，没想到对方竟然是冰山脸白总监，吓得我立马溜了。第二天，没想到我能谈这么优秀的男朋友，我也太厉害了吧！菜菜，你什么情况啊？这个薯条是谁啊？是谁？白总监，昨天的事你不解释一下吗？白总监，我不是故意隐瞒你。你以为我没看到你？上班时间出去喝咖啡，你胆子很大啊！原来是虚惊一场，他没认识我。白总监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是我的不对。你还笑？赶紧写5000字检讨，下班之前给我。知道了，白总监。当然，事情不会那么简单。灿灿开会了，电脑借我用一下。哦，好的。他妈妈不是我的。来一点。灿，今晚有约会啊？你把手机给我放下。完了，这下闹大了，网恋到自己总监差点被发现，情急之下我，你把手机给我放下。金灿灿，你要干什么？造孽。我说是他为什么玩手机？还在开会呢，能不能有点纪律性？总监虐我千百遍，凭什么我却待他如初恋？我一定要让他见。你继续吧。你手上拿的什么东西啊？拿过来。我也被他发现了吧？你们女生都喜欢这种小玩意儿吗？吓死我！你要是喜欢，我……白总，你说啥呢？你要是喜欢，我可以给你买，但是别人送的不能要哦。薯条也太温柔了吧！以后这种东西不允许在办公室出现，不然罚款50。哟，还有两副面孔呢。网恋到自己总监，但他还不知道的第四天，都12点了，一个人都没了，下班了。这么晚了，白总监怎么还在呀？谁在外面？金灿灿，谁让你关灯？白总监，下班关灯天经地义，节约用电从我做起。那边灯也是你关的？不是啊，那边灯本来就坏了。公司就剩你一个人了？可不嘛，我爱工作，工作使我快乐。那行，你等我一下，我跟你一起走。啊？你别误会，
你一个女孩子家的，不怕黑的吗？这突如其来的温柔总感觉哪里不对劲。那个，你先走吧。嗯。咦，怎么感觉有人在扯我的衣服呀？哈哈，原来白总在偷偷呀。白总监，白总监也太可爱了吧！你可以走了啊？好吧。哈，我被当成攻击人了吗？果和陈杰的臭男人。金灿灿啊，注意安全。他和白总监怎么会这么亲密啊？他们到底什么关系啊？金灿灿，你在这边干什么？我是来送文件的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隔壁部门女同事网恋被骗惨了。啊，网恋这种事情都想有人当真啊？就是啊。难道薯条也是这种人吗？不行，我要去找他问清楚。白总监，我有事想跟你说。什么事？其实我就是宝贝，我先回家了，晚上给你做好吃的，拜拜。嗯，好的。你刚刚想问什么？没事了，我已经知道答案了。他们俩看起来好般配，网恋这种事你都想人帮战啊？网恋到总监还没坦白，发现他竟然有女朋友。算了，还是把话说清楚了。喂，你就是和白宇网恋了半年的蛋挞吗？是我，你打来做什么？没想到白宇竟然瞒了我这么久，还好被我发现了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和他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，他什么事儿我也不知道。那你这话的意思都是我的错了，你怎么不去问他？你现在过来，我们把话说清楚。好，我一定要去弄明白。就是这儿了、啊、门怎么没关？他们在干什么？你就是蛋挞吧，过来。什么情况啊？既然你来了，我弟就交给你了。你弟？对啊，你看他喝成这样子，那么大第一次看他上瘾成这样。什么？原来是我误会了。你们的事儿就内部解决了，拜拜。薯条。